Enclave 626 EBEB 进门往左这是厕所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户型。然后这儿往右是 bedroom， 很大的 bedroom， 很好的光照。看一下，然后这里 closet，然后这儿有第二个 closet， 然后这边是 washer and dryer， 然后这儿过来可以变成一个客厅，就是隔出来之后也能有这个客厅。然后厨房非常好的格局啊，厨房是分开的，然后这儿是可以变成客厅卧室最好的最好的东西。看一下，从这个地方隔过来，然后到这儿，然后这儿还能有一个小的 closet， 看一下，然后过来 bedroom， 然后客厅在那，非常好的户型。